冰球它本身就很小众嘛，那你看在尤其是在武汉，就是我们整个祖国的最中心嘛，比较内陆啊，你就说推广冰球是很难嘛。那在相对的台湾又是整个中国最南方，它又更小众，那我们能把这一群反而是这么小众的族群找出来，两岸做交流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，代表什么事都其实阻止不了说我们愿意去做，透过体育啊文化把两岸的交流把它做起来。这边的东西都很新，很有发展的潜力，能让这边的小朋友们啊，让大人们可以交流一下两边目前各自需要努力的地方，包括像是个人技巧或者是球场各种装备。我们变得更勇敢，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长处，补自己的短处，然后呢发挥自己的长处，和台湾的小朋友们交流。我希望可以多吃一些美食，然后看一看好的风景，热干面、黄鹤楼之类的，感觉都还不错，希望可以去看看。